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克，我现在在清大的西侧门这边。那今天要带大家去跑的是八尖山清大交大里面的路，车比较少，然后很好跑。今天的路线大概就是新越野路跑的部分比较多，再加上一些越野的部分。那我们就今天看看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带的装备就是背包，还有带水。那今天是清越野，所以装备比较少一点。八尖山这边饮水跟补给都蛮方便的。这边很快就可以接到清大的操场。操场旁边有一个小路，可以借过来山路。这段上去比较陡一点，间隙也是蛮好的。这边又一个陡上，上来之后有一片比较大的空地，然后右转这边有个小径可以接到十八尖山。过来会接到十八尖山的厕所，那就会接到十八尖山。八尖山山顶都有饮水机可以补充水分，那这边有个凉亭，过凉亭之后就开始下坡。那这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。三十八尖山来回大概6步，然后蛮多人来这边跑步运动健身。不过铁人干路是一般停车的地方。这十八尖山的另外一个路口，一般都是在这边做折返。这边回来就是跑上，再回到栏杆这边。过栏杆之后还是一直走上。一直上到刚刚经过的空地才会比较平缓。十八尖山这条路算是蛮热门的路线，很多人来运动。现在下雨，不过十八尖山的树比较多，所以雨不会太大。那我们继续再往山下跑。十八尖山这个厕所再转一圈。后面就可以接到原来的山路，再接回清大。沿着山径就可以回到开始上来比较宽的广场，再沿着广场对面的山路下去，边下来接到清大的停车场，我们再往右往山路下去。在路口的右转，别转胖了。我们往交大的另外一个门出来，门出来就到园区老人行道这边，车比较少。这边可以从交大的另外一个门进来，还有跑进交大校园，车比较少，比较好跑。那现在我们就往右环交大一圈。下来可以到交大的。的另外一个庙里面都有生产秘方。
绕一圈之后又回到较大的体育场，那么右转走这个小径是青椒小径，可以回到青大。再来可以回到青大的学生餐厅。没有跑回篮球场。好了，我们又回到青大的侧门。这一段路线算是轻越野，可以练跑步，也可以练间歇越野。这边路线蛮好练的，都有饮水机可以补给，校园里面也都有便利商店可以买东西补给，车子也比较少，也比较安全。跑完的话也可以附近买东西吃，是很方便的一个路线。那今天的路线就介绍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